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名家名片来赏析，每逢追梦戏三逢，观众朋友大家好。哎，小亮，一到夏天，我记得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在这个院子里或者弄堂里乘凉哈，对，然后就说说笑笑，开开心心，嘻嘻哈哈，就好像觉得就越来越凉快了。对，这个是女生态乘风凉，没错，叫心定时入凉。说的有道理，我还记得小时候啊，我们边乘凉的时候就边听收音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长篇弹词，由徐英志老师和王英老师合作的《三笑》。这个，因为这部书听起来就特别的轻松啊，听了以后呢，特别又开心，人也越来越凉快。这个，我还是有种感觉，这部书是不听不厌，我已经好几遍听透，甚至蛮欢喜听的。因为是徐英志老师上，他是王英老师上当台唱的，整整53位上篇台词三笑，从头到底轻松幽默风趣，给了人一种艺术的美的享受。没错，那说到王英老师，观众朋友好久不见了，这个变得非常的积极了。所以呢，为了一了大家这个思念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王英老师请到我们演播室来做客。我们首先来欢迎王英老师，王老师欢迎来，欢迎来，欢迎电视机门的一个听众朋友。上一副苦尽都在每天尽都总都身体健康谁家幸福在这样还在往来是一样的每天尽呢。那么观众朋友你都大家应该晓得啊，王英老师呢是徐英志的学生子，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档，还有个内部消息呢，哎呀，透露一下，你王英老师还是徐英志了身上的心腹，没错。所以讲，因为王英老师来带你戏拍风格的三三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跟王老师，你看阿伯大哥来带带你戏拍三三的特点啊，好的好的。那么这个三三呢，是的确是一部上叫三五，这个三三听之之余呢。身体健康，的确非常美。那么你这个戏呢，你这个风格呢，相当好。你个说戏呢，是轻松，那么亲切。你的观众亲切得不得了，你已经当我讲，你打在台浪向，不能面孔板起，在台浪向也到一点点肥鲜，因为你个这风格实际上就是肥鲜的。譬如讲，你唱戏的，你说戏，你搿个面孔个肌肉呢，是往上头推个，不能往下头一个。那么三三搿部戏呢，就我刚刚已经讲过，你非常愉快个，侪是乐不相个物事劲，不是紧张得不得了。所以讲三三搿部整个搿部长篇呢，内容啊分析特够一张，整个搿部戏里向谁最大啥一张点？啊，搿是三级搿个戏。所以你个是别人，轻松，愉快。而且这个口齿清爽，这个你一直当我讲，实时实时，谁看实是，口齿一定要清爽，舌头它是主人皮，各个两样么是很重要，这也紧，一个是喷出来，一个舌头也清爽，所以我话觉得活子里个么子嘞，你自然个，在台上实时。不是一本正经，今朝我们来是为师道，道尽春香，道不好今朝地春香。吃来啥子？哎呀，今朝我们啊，来是一位谁谁？只是说不能大胆，我是开心，你要得开心。哎，那个平常你叫个外人啊，啥个呀？你随便看见啥人，你总归谁家人不认可？所以讲，看见来往来，那不认得你讲，你怎么？王奶奶嗨，王奶奶嗨，女童光等你阿布啊，哎呀脏，一个老套路，阿哩哩哩哩哩，一个真的是鬼的，雷震张耍个龙的，呼噜噜噜，上部火龙菜，我上部一只火龙伯伯，对对对对，可是火龙是你个心灵，真的是鬼的，所以我觉得得力的那一起，你还不行，王老师看的这块一碗是瘦了，我觉得王老师啊，再大个水也在你个地里说是瘦了呢，王老师一点也不来个。那是开心呀，一位流派表演艺术家一定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表演艺术啊。这个，那香港王老师介绍的就是徐老的这个非常生动的说表哈。那除了这个说表之外呢，还有这个徐老这个创造的就是弄多多个鞋啊，而且呢，这个整部三笑当中呢，就是完全是用一种流派唱腔来贯穿演唱的，可以说是一曲百唱啊。那王老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一曲百唱，如何是用这个徐调来演绎各种人物的呢？那个流派呢，我觉得我体会啊，
几十年数十五年，我讲是整个一个系列。嗯，失血代偿一，但人家风格侪不一样。嗯，所以你看你搿个书里向，譬如讲啊，那个其他角色，海宁角色，那个翁伯头，嗯，他别个书里翁伯头不一样。不一样啊。那个卧卧龙，他别个书里向个卧卧龙也不一样个。嗯。那个卧头，他别个书里个卧头也不一样。整个系列才是你自己创造的，嗯嗯嗯，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呢，我大力拼子上当以后，我总归拿让李生让或者再再害个一样么子，啥么子？可靠不可靠？嗯，你对你这个认真呢，我觉得是善于善于的。你个时代，不是创造之，就是李曼威太子出来顶灯子，不敢。嗯，你都听那个李曼威太子。是再战的，再战，是的，再战。来听你里向的唱腔未必结实。这个，嗯嗯嗯。那么你后来呢？就是书里向三三个书里向，嗯，各个系列的唱腔了，都是。嗯。例如上腔、上上腔、斗上腔，嗯，斗腔、斗斗腔、花腔，这个腔多得不得了。你就是自家去摸索，就是自家动脑筋，利用功呀。嗯。你原来是在苏州社会上。哦，社会上全社会辰光，侪是机房帮，嗯，织布个。哦哦，机房帮里向个工人啦，会得唱歌个。那么你呢就听下来。嗯。那么你呢谁要听个？譬如讲毛西哥啊，毛白兰花啊，还、嗯啊、是个毛那、个血糖啊，还、啊、是个沟通啊，嗯，这各种声音你才听自己了。进来之后，你再根据平台个基本唱腔，嗯嗯。再有你精细也欢喜的，嗯，根据各种腔以后呢，你就摸索，摸索之之余呢，你就慢慢叫你唱来，你是年年三辰光，随便唱来出来，哦，哦，年年三已经唱，年年三，嗯，那么你刚刚唱来时光，在上海是年年三红得不得了的，嗯，有种人还能过着随便么，总归只能唱开心的。啊、是个，只能私人个事情了，并不。刚带的你一个平台的唱腔了，嗯，主要是个人，你用个人来唱，你用个人来唱，时代才可以唱。譬如我记得你是来是最终的十字以后，嗯嗯，你再有了开明大秀唱一张，今年最终的开明，还是唱时代，唱得人家我的落眼里，嗯，就是你一种个人。用个人来唱是的，嗯嗯，啊是个，不是答应，你不是的，嗯，总理，你有种大有种，有情而发，有种哭声，嗯，你个三个月把人家也不一样，对对对对，那谁是三个是让三郎有一天唱，嗯，然后我唱嘛，那后几个张椅子跟得来嘞，咚咚。哎是个哎来得个有劲，那我去第一个辰光会三米米，我对低了低低了低，是吧？所以就讲，你不仅仅是自家一句，对你学生子也是个一句。嗯，所以你前来先生个学生子啦，蛮多个。嗯，人家讲，嗯，十只点子一只音。咁我来是再搭大家来讲讲，你哪下来跟学生子熟人几个三三二十个？很个很个。嗯嗯，因为前来呢已经三个最在，那么我呢本来是十五岁个。啊是，是两岁的。嗯，五岁什么还带上岁个只位置蛮难的。哎，两回事体。你也办个五千蛮吃力的。哎，五十三位录音，那我带过上，这部书真的是不容易。嗯，你个角色了，个个角色三个侪像得不得了，生动得不得了。嗯，那么所以我学之之余呢，那么我学完噻，那么我也干着咯，干么个辰光就干五岁。嗯，那么原来嘛也干我三次，来的是班红。班红，嗯嗯。他只有火，嗯嗯，那么白红呢？这个三观呢？因为老哪里是有内涵的。有时候呢，王建中现在我定心在三两，王建中最白，现在有一个人最白的，十岁头个沈峰啊，沈峰，沈峰的小英，嗯，沈峰的三都是喉咙结关哈，嗯，那么现在第三代还有人在，那么、嗯、我定心在，嗯，都要进一步提高，范西好。嗯，先生，搿点物事你继承我来着，我来你都会发展。对对对，还是要发展，是不发展不来噻，是个。那个啥子啊？啥子王老师哈？是个。那么你就来看节目吧。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节目。嗯。两个多头，我思想理智过高，一旦拿到房厅浪向来，他一口不动着。咦，
哪来的思想不出去不高不进来，而且两个女子啊进来的，后两个大的女子进来的，几只牙没破开，几只娘子一点也不破开。妹妹啊，你记记妹妹，我妹的妹拉上了你记妹，大郎儿啦，妹妹，你们带来好事啊！阿姨妹妹啊，嗯，阿姨你为门子敲击呀，嗯，我是敲击去，你不晓得，我是啥事体？我也还是晓得，也还是不晓得，晓得么呢？我也给我的，不晓得么？啥事体也给我的，你都咋晓得？哎呀呀，我进不去呀！错呀，嗯，阿妹妹可穷，你去你不晓得，嗯嗯嗯，也西坡街，就米油掐我的黑羊，黑羊下去不得了这样。阿晓得，黑鸡还是又干一个贼，娘不能有，娘毛都才给住一个，都有人听的呀。嗯，我辈子的嘛，阿晓得，嗯嗯嗯嗯，阿这油掐我个穷，你去不得来穿呀的。我没得啊，弄得那副样抢得住啊！是这么也夫妻阿姨的，嗯，也差不准备叫你创业创业的，嗯，那个种种是想不到你创业，嗯嗯，妹妹啊，那不是说你，那年纪都这样，嗯，也差不夫妻的年纪都没那个婆媳的这样。我没得，那三万苦难你知道？哎呦妹啊，我熬苦苦难咱妹妹工资，我想吃吃吃吃吃馒头子啊来吃吃吃。最值起来的，我来来上我发呼吸呢，啊啊，随便双子鸡发达的双量，啊，我子熬子也气得伤心不过。啊，是的嘛，妹妹要种几年行，又去毛派队伍去上上上去。赖涛涛一听没对个，你非要苦苦的多么多的药，这两句我讲得不错，赖路人啊，你这个物子。哎呀呀，来相公啊，你虎威动儿太足够稳了。夫人，此刻you
也唱一样。是啊。阿吉。哎呦。也唱啊。老弟啊。俺听见。啊，听见。妹妹被叫来气。啊，妹妹叫来气。捡黑漆的演唱会，我不当你打高破烂了，三个干嘛当你拼子双档一来气吧？一来气，哎，好家，怎么演唱啊？唱啊，唱啊，怎么唱？哎呀，两栋唱呀，这两栋白户还有老高了孩子了，啊，忙正黑当听浪来。在黑当天看见蓝娘搞什么当中是吓得了两高的，一个老狗声音很不，一个孩子很不声音的哟。姥姥一口还有，这两栋白好哪把我们养出来的啊？各种那个事情，姥姥可不得多喝。这个掉掉了上地，你鸡呀有鸡，你鸡呀有鸡鸡掉掉了上地，这么唱？哦哟，本来就好得的看老狗搞啥个啊？两栋白户来上地，干嘛大多的呀？你非要去和你多兄弟这样？你个子长什么鸡蛋的呀？你以为要我兄弟了？啊！掉啦，呼啦，你啦，让啦啊！哦，我那屋里来了哪里啊？哦，啊啊啊！你拉拉拉掉拉我了，哦哦，来上我了哟！哦，屋里隆隆是也有个街上，在哪来的？思想不出来，你都两种摆好来上去。大浪很浪，鸡大家到来好事。今天你鸡逢鸡，妹妹鸡你亲爱的房亲娘想起有黑屋那里窗呀？哦。阿妹的阿妹鬼子阿姐倒倒说一来去倒说那个阿叔是我个兄弟，我没兄弟过哪一个大说啊，倒说没倒说的不是家家也吃不用不一起的倒说的也不一起的其实有一开始没的黑的阿脚的也是比之我不要做阿脚的记得吗那么当时废那么你见你没有的也是夸张哦哟那么女婿也见不一起不见你倒说的哟其实有个年目都才哎呀，你到底要弄办好收得了给啊？哦，来个小鬼子，我带你下去商量，自进去嘛。来，他这一阵，分上我手定，两个多头有避浪箱一勒。想想门市来夫人啊，你见我进来上地，那么来他谁门里来进去？为啥要破坏个规矩？我来弄你的一个事体，做主谁来？用美人计，也叫我有计划，我有福气，十个人十个都。你说我今朝啊，应该上个我的不理。来，他一听，哦，原来是一桩事体，可是应该的，因为我来自于身子不多，我两个儿子个好问，长进之不衰，可是我不能追啊，我一个子追，我两个儿子功课叫少年干，干嘛哭了？你知你了吗我今天还也不来我是什么你叫我我进来来来开心告诉你答应着我哎是雷比来呀雷比看你意思身体下面这个今天归地人光带着来来归在我进去刚才黑我才听起来来是帮我忙的但是再一再眼睛个烂套打不起哪好啊！这个，让我先来看看面里去。弄门里哗啦，掀开一点点，对一下一口，呼！Oh, oh, oh.
在眼睛烂套套呀，让我来看看看。那个烂套一看嘛，好呀。崔香对圣诞之面孔长得羞羞红，做啥去啊？Thank you.
就像神公子的主气。想打给打，门里换了一些，你打打理想，言之。他一口口口动我说的呀，哎呀，别个动我胆子，我房天哪来是忙着，因为我思想实在变，就东哭哭西忙忙，你哭你，你俩动都不动。个动我是汗，你给我来了，哼，没必要个，对我堂堂是面子个，最近我这里预购上里，明里对购下里。是，我来了，对你妈妈请看，兰高祖大比这个地谁人大面比是天朗地朗真古大也没着于是嘛兰进一动与那里子小生对嘴我无知上里乃是四开动刀内开其中外开不兰他爬个上里看四个开个人工一个斗战个斗日别个里向三特别报告内开其中外开不我是内口，襄阳是外口，内非人为襄阳害，恨得不得了。谁要听襄阳？对呀，别去那里。于中之计，谁让我做主干啊？内口呀！哎，襄阳还要等我们商量商量的。不要你说，今朝你思想当中给一个，谁要听我个这？你口人听得非？于什么？怪咱好怕你罗皮玩，单机骰子。到屋里向已经有个在太太偶人个谁乡人修上大神之哎哇无辜了个别个个个上里屋里才是这些机子五个人给一个赛事上里一个道人我的四个仙人哎，你三年到老的，谁看你当年做一做，干啥干么子？忙着老套头上啪嗒上去么？老套是结真啊！你身上规则，大伯后是个才子，老套他是个相国夫人，用一副单里来抵催下。干么呢？不理我下？哇哎，是我这里是一个上里，因为我思想够够是好的。我就上李志忠与狗妖队的名字倘若你何以在下里对人不何以在为口山里他他定定呼吸吹下其他三项当中上一个不能我也得上去我也不呼吸给倘若你俺周之战上一个不能怎么呢我这还要到处去也没上不了提醒个董儿道行吧不过这一项我大概到底来三十位置吹下半年子呀干嘛呢我不喊他的龙江来着历史告诉倘若非议干嘛呢为咱我合理理想对不起啊这是来非议嘛还商量商量谁不来套套脾气干呀我的事是来我非议这是来非议嘛老板哎呦干嘛呢狗血人光我只还听听一个上里口祝行二位上吹下来亲太太上上里我这上里是推红里
受那两封先相是有心答应听吗？哎呀，我是别想的个子。医生马官滔滔上个火香碗，只推红的手那两封先合适吗？你也听呀，上了好故事比老乡神风两马二位少年呢，谁是火香碗？那也算是个火香，我夜里烧起呢，我夜个吹香呀。我们这比水后是海给他的来自半年在希望里向或是两个多人吃着脚空的呀，那好像我面里说起我才是为之难吹响呀。请我医生嘛看，但不是合理理想，我别为弄出一个事。你肯定也当我别个，他若是当我别个的事业，我真的擦他，我吹响别了。对，太太，嗯，相声，对子，没哈，我上个偶像不能，哈哈，哎，可怜阿爷，看上去总归也该难为的烦呐。对上嘞，定开得贵，最要明月临吹仙。哇，这个我理解的没？定开得贵，最要明月临吹仙啊！桂花开在上上的脸，哎，闷闷桂花，定开得贵。这夜明月临吹霞，哎呦，我不来哇！哼，来侬你是那逗逼的神经大得不得了，这个屋里一个是不得了哇！那定开定规这夜明月嘛，
吹响我，不是吹响下面淋个我啊。对了，桂花下面上不淋江湖米给啊，是嘞，给不拿的发你他的比这个可是来套个脾气，记得来套套你越像是要你有脾气吧，那别当那脾气你不得了还啊，来路你说来到脾气像谁的哼。哇哎，是你这个小厉害谁害内中遇个事不害。这来这来套套脾气啊，你看你也当我别个干嘛来做这些的太太哪一个事不害吗？你是的顶开对鬼这样命月令吹下。哎呀呀呀，这个灵是不好。哦，那么给哪一个是好啊？哎呀，给一个是好了呀。这来这来这来，他到军寨没有上当子，干嘛呢？听听看，太太给哪一个是啊？也给顶开的会，这样明月上吹响的海里，我的东西太太上一个吹响自己。哎呀呀，我是小李中的上吹。哎呦，太太，你手指捏着上个吹响自己。哎呦，小李中的上吹响。一个奶奶妈妈给帮帮忙呢。过来了一个，哎呦，妹妹，哦，今在可以身体呢，再有两个主的那不是的家。哎呦，夫人啊，今日来是上一个吹响。哎呦呦，那个奶奶的。那不忙我为个你，哎呀，我那是小李中的上吹响，哎呀，不理想，一太太上一个吹响，最最的，哎呀呀，无聊。观众朋友，今天就到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次感谢王毅老师来做客，谢谢您。那么代表王老师来为平台的守人工作，为我也得培养做出个身心的工作。那么祝你逆日上升，身体健康。谢谢各位听众，这位好，这位观众朋友们，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于鸿先弹词演唱专辑。好，下周我们再见，再会。